Hello，大嗨，家晚上晚上好，我好，是我是 Christine，Bryce，欢迎大家来到 Christine I'm Bryce 的直播直播间。间。这样子，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开这个直播呢？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直播？因为真的是要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哇，左盼右盼，今天他来了。哇，来，迫不及待，我们今天太兴奋了，想要跟大家高歌一曲哦！来吧，1、2、3、4，我我来来了，我来我了，来了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他他来来了，了，他太来来了，了，你我他来了，哇，什么谁？东西来什么来了？了？来为 真的他。是太兴奋了！来来来来来，大家进来看，进来看，Hello，Hello，哇，哇，晶晶，哇哦，叮，来来来，啊，今天他来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叮叮。哇，什么东西？哇，左盼右盼，左盼右盼，终于看到，哇，今天眼前一亮，哇，原来我们的这个包裹来了，太兴奋，里也就面有什是。么呢？他来了，他也来了，来，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个 Bryce 来跟大家看，来，做开箱仪开式，箱好不仪式好？了，就好是来。大家可以看看，哇，那么大的这个箱子，什么东西来了？嗯，哈，来好来来来，哇，来，真的是太兴奋，好，太兴这奋了！个，OK，来这说金出手你的镯那啊。把锋利的那个刀片，来，切切切切，哇，开箱仪式开始了。叮叮叮叮 OK，叮叮叮叮叮好了，可以了。，OK，来，正式打开了哦，是什么东西来了？一二三，哇，迫不及待，哇，大家应该看不到，来，其实呢，刚才就是还没有开箱之前，其实我们International 哈有这还有个双层保护，双层保护哎，只不过我要节省时间把这个也先拆掉了哈，来，现在重点来了，给大来家给看大一家看里下。面什么来了。叮叮，他来对，他了，来了，他来了，等很久了。来，我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东西。哇，你看包的这样美美钱的，钱钱，哇哦，是什么？叮叮叮叮，还有，来，下次我拿完出来先哈。哇，左盼右盼，左盼右盼，来里面还有了，一哎个空呀！气保护了哈。就是现在双层这保边护的哈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哇哇，公司的这个 invoice，我们是正啊，版有哦，invoice 正啊，版，对，来，正版的来喽，正版叮，正版，这个就呀，是我们的有这一个了，Aurora Pay 有这个 with Codeshi sticker，original sticker，Limited Edition，来翻翻给大耶。家看一下，盒子是这个美美的颜色，可可色。OK 啊，大家看到这边有哇哦，有我们的这 Original，个 BE 的这个 sticker original 对的，Original 啊、哦，的哈，完有这个全 sticker，是正版的，哇，有嗅到日本的味道。然后这边写什么颜色？青色的，OK，Limited 青色的，妈妈，青色 Edition。的，青色的，OK，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 BE International 的哈、哦，哇，非常非常棒。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OK，来，我们好，现我们在有开请张，Christy。开张好不好？给大家看看里啊，面有多如何美，开来？如何开也是教大家啊。啊，首拿收到先，一个新的 Aurora Pen 如何慢慢对，开这个盒子如何哦。慢慢开？你看左边、右边，看清楚啊！哇，非常美这盒呀、子是非常高品质和quality 的啊。哦。OK，有两边有 sticker，首先呢要怎样开？把 sticker 跟它弄开。那我们要请 Christy 啊，女孩子开箱呢比啊，较就是这幼样哇，稚真的哈，是幼太兴稚奋了，太兴啊。奋所以交了。给开就是开这个，就是交给女哇，生开了叮哈，叮叮叮，开了叮开了，叮叮叮，叮叮叮，来给观众看一下啊，我只是开到一部分啊，表层啊，大家不要激动啊。OK，我看啊，你看啊，大家看啊，它里面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它的盒子旁边就有很贴心啦、啊，有教大家怎么样传我们的这个 Aurora Pen with Codeshi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一个就是极光绿啦，对非常了。美的这个颜色。来，我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，这个是这样子的包装这，OK，里面是这样子的。来，original，original 包装，OK，啊叮，，OK，拉出来了拉出来是这个，Aurora 包装 Paints。，original 包装。OK，后面呢也是有教大家怎么样，有说穿，明啦，怎么样穿啦，是，跟住那个步骤非常的简单对，哈。重要的时刻来了，我就要开了，开了，大家看好来，，OK，当然它这个两个，这个它也会是两条，
在罗拉潘送这个，这个什么？哇，我们真的是有飞机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 show 大家看这个，慢慢来。OK， 哇，看看看看看，哇，非常美的这个颜色哦。啊，拿出来了。喂呀！哇，眼睛刺痛一下哈。叮叮，哇，你看这个布料非常非常的好哈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限量版 Aurora Green 啊、那个什么，全世界为之疯狂的。哇，真的为之疯狂啊、哦！我也是太疯狂了。是是是极光绿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个有 Aurora 的这个字眼哈、哦，它的布料 非常的亲肤，而且它不会透明哈、哦。对，跟大家说明就是讲，它跟我们的这个 Classic 的有什么不一样呢、？Classic 就是我们的黑色，当然我们的黑色也是很好的这个搭配，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。那有 Aurora 了，为什么还要拿抢这个 Aurora Green？、因为哦，真的是不够穿啦，就是可以好好的搭配。你看，非常美的颜色，而且它跟Classic 有什么不一样？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比较厚一些的。来 ，show 大家看一下它的屁屁哈，屁股这边、你看，真的是不会看得到的。所以你这样子穿出去、非常非常的美，无论你搭配怎样搭配，白衣啦、黑衣啦、Messy Top 啦，都非常的美，而且伸缩性非常非常的完美，非常的好、它同样是有功效的，它不会透明的，这样直接穿出去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哇，很多人为之疯狂，太疯狂了，是的，非常美，有没有这个颜色？我的现在是直接穿上去了。限量版，限量版，大家如果错过的朋友，这下次一定要及时哈，及时。然后啊、现在的就是还有剩 S size 啊 ，S size， 想要知道，看大家可以询问呐、那 Bryce 来，我们说说 Aurora Pen 来讲给大家听一下 Aurora Pen 有什么功效、为什么要穿 Aurora Pen？ Aurora Pen 呢，最重要是我自己本身呢啊，因为它非常保暖，第一晚上很好睡。然后最重要是血液循环哈、你看哇，穿的时候手掌红红，哎呀，哇，真的是可以保住这个整个整天的这个精神饱满哈、非常的这个啊、不会觉得很快累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Aurora Pen 啊那个口电吸光电池的这个功能哈、对对对，真的真的还是一样有多少%呢？88.4%。对啦，那这个是这个布料是通过工程学啦、工程学将陶瓷微粒子非常非常细啊，0.3微米，非常非常 small 哈、非常细，肉眼看不到，然后注入在每一条的这个线当中，就是我们的 Cordesi 这件裤子当中，所以只要这个布料碰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哈、就会释放远红外线，让我们达到血液循环的效果哈、就是只要碰到皮肤这边也行，这边也行，左边也行，右边也行，真的是又时尚又百搭，而且是一个完全可以算是一个保健裤来的，非常非常的又时尚又可以健康，对了，又可以美丽，就是、这个、对，这个非常美的颜色极光绿。那我们还有收到什么？嘿，这个哎、这个就是。Feminine wash， 看不到。Feminine foam wash 就是你看啊，就是还有 free gift soap 啊 ，free gift soap 这个是 free gift， 这个是 feminine wash， 就是讲呵护我们，无论是男性啊、女性的这个私密处哈、也要好。对，也需要好好的保养。但是我们外出一整天啊，就是搭配我们的裤子或者是 Aurora Series， 哇，非常非常的完美哈、白天穿你其实觉得哇更加的有活力、非常容易搭配。晚上呢你就可以改善静脉曲张啊等等的问题，或者是失眠问题啊。对了，非常非常的好睡哈、或者是夜尿等等的问题，这个每个人必备的这个裤子。是的。Classic 也是很美的啊，所以那、真的是大家如果错过了，下次一定要抢，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我们的 Aurora Pen with Cordesi 或者是 Aurora Series 的朋友，可以联络我们，联系我们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 Aurora
Pan Wave Coatings 中文是光电子纤维塑身裤，也是获得了大马品牌奖2018和2019啊，所以每一天都是有很好的见证，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啊，或者是网上看 Key In Shop Aura Pin 或者是 Aura Series， 哇，好多见证，好多见证哦。好，这一个就是我今天我们的所跟大家带来的分享，所带来的开箱的惊喜，光绿，来，我们再唱同一首歌，好吗？来，万柱聚放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哦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，他来了，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，好的，好的，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，太兴奋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开箱，这个 Aurora Pen with Coding Sheet， 这个是 Limited Edition 的。嗯，对，极光绿啊，极光绿。好的，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，想要了解更多我们 Aura Series Aura Panel， 大家可以询问我们啊。我是 Chrissy， 我是 Bryce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收看，拜拜。